Allen 言，中信第一张20000，台新第二张50000，玉山第三张130000，完全吓死。所以呢，应该是玉山对你最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玉山给你130000，130000的额度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很不错。当你有就是大额刷卡需求的时候，或者是刷全家人的团费出去玩哦，真的很有帮助。所以如果您是对额度这个东西还不清楚的朋友，我也可以再跟您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规则，就是这个观念很清楚，就是您的额度高低呢，其实不会影响到您会不会被盗刷。反而是额度高的部分，多的部分是银行会帮您做就是风险承担的部分。只要您是善良持卡人，善尽保管好自己信用卡的这个职责跟义务，您基本上盗刷都是银行会帮您就举证的责任，所以你这个不用担心。但额度当然是越高越好，因为风险不在自己身上，了不起顶多就是多付3000块钱的这个风险而已。你的额度5000块钱跟额度100万，你要付的风险都是一样，就最高就是3000块钱。好，所以如果您就是对额度有任何困惑的话，非常建议你就是赶快有能力就是尽快额度往上提升这样子。对。